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如果你有载具币，千万不要兑换僚机，而阿斯顿马丁才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接下来我的讲解会解决你的选择困惑。首先，我用三个载具币兑换了一个粉色僚机，在进入游戏的时候，僚机不会直接展示，而是要买一个僚机燃油，一个僚机燃油需要20点券。在飞机起飞的时候，这僚机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这是个苍蝇吗？好，我们暂且不说，但是与你一起组队的队友也会一同乘坐你的专属僚机。我想知道，这能看出是谁的飞机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你需要给自己的僚机取个名字，名字可以与玩家重复，最多5个字。但这僚机的改名卡需要980点券。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为啥不兑换其他载具。还有一点，我们挑飞机的时候竟然是从客机上落下，而不是僚机。兄弟们，我顿时感觉我好像买了个寂寞。想兑换个飞机玩玩的玩家，一定要选择1个币的蓝色僚机。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。